这只应该是母的，看看有蹲下的动作，看看有蹲下的动作。我再对，哎呀呀，再对一次焦，有蹲下，蹲下，蹲下，蹲下了。哇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哦，没猜错，没看错，这只是母的。然后它有蹲下的动作。四点多，再去酋长岩拍游隼。它在大概在这个位置。对。然后这一只是母鸟。我觉得它有点比较大只，它是母鸟，然后公鸟我没有特别找，我再找一下公鸟。今天是1月26号，现在下午大概5点，然后今天是难得在基隆好天气啊，下午是好天气的，大概12月到1月假日没有遇过下午是好天气，然后今天是礼拜三。然后看到好天气，我特别请了3点请假，请了2个钟头来酋长岩等一下，等待等到6点就差不多了吧，1个半钟头。哇，飞回去！哦，那有飞回来啊，在巢穴那边。不过母鸟在这里，它应该是讲一讲，忽然间那个公鸟也回来了，在这里，在巢穴上方的位置，然后。母鸟还在这里，母鸟在动，它想飞啊，刚好看到它飞，我就晓得它想飞了。这只应该是母的，看看有蹲下的动作，看看有蹲下的动作。我再对，哎呀呀，再对一次焦，有蹲下，蹲下，蹲下，蹲下了。
哇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哦，没猜错，没看错，这只是母的。然后它有蹲下的动作，然后刚好相机有对到拍到。今天夕阳很漂亮，但是我这样脸会太黑了，无所谓，因为我要看那个母鸟哪次我没有蹲下。然后刚才拍到一次交尾，今年是我第二次来拍交尾，然后感觉很不一样。去年是为了拍这画面，今年来就那种心情是不一样的。今年来就有点高兴，因为在等，接下来就等看有没有孵蛋育雏了。一般应该还是会啦，然后希望今年能有能来的四颗蛋，因为去年跟前年好像都是三只雏鸟，今年看能不能来生的四只应该不错。然后现在5:11有了交尾了，但是现在还要再等一下，看5:10，我记得去年好像等了至少要等十几分钟才会有第二次。现在母鸟稍微比较没有在整理了，在那边等它再蹲下。那下午我怎么去看酋长岩这边天气的好坏？基本上我会上的网站即时路况查询，然后它就会有台湾各个地方的道路的监视器可以看。六个快速道路出口这边有一只那个监视器，这边有一只监视器，然后就可以看到那个滨海公路瑞滨那边的天气如何。然后还有一只在万瑞那边出口，它是照到酋长岩方向，就可以看到酋长岩到底有没有下雨。哇，漂亮！那现在是油白，有点把羽毛打开是不是？那为什么羽毛旁边有那个棉絮这样？这个比较少看到、欸。看起来